没错，这家就是一世成主顾的超好吃炭烤烧饼。那天早上意外经过，上相呢，不要拍到啊！都包起来也看不到。我们山头看到这么纯洁的很少呢。真的哦。你有眼光啊。老板，你们是七点开是吗？你拿录音记录一下。有。拿录音记录一下哈。好，我过来。像六点半哈。六点半有咸酥豆沙芝麻哈。是。6:50有胡椒跟白糖哈。啊哈。烧饼第一锅7:30至7:40哈。七点半。没有休息，中午没有休息哈。好。3:00打电到5:00拿得到东西。好。3:00打电到5:00拿得到东西。OK。有清楚的哈。有，都录下来。真的啊，你不能乱讲的。你偏偏要4:30有机会，谢谢再联络啊。我知道你要请我喝拿铁嘛。对啊。上次你要跟我讲。哈哈哈哈哈。听我声啊，对不对？帅哥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个酥，你的烧饼真的很好吃哎。看老板用心啊，我们要谢谢老板啊，大家来有的吃啊，我们有工作做啊。哇塞，所以你不是老板哦？我不是，我来这边大家修边哎哈。我才不相信呢。这个地址就在这个长安街的这个。五贤宫对面，有什么事情会问他？哦，嗨，你再问他哈。烧饼，没有说很好吃，非常好吃。那么你这样一锅下去要烤多久？哦，时间都一样啊。这个下去要烤多久？七八分钟吧，7-8分钟哦。从开始贴到，不用10分钟。哦，你们都是用这个木炭？用木炭呢？好啊。才有味道，要香不香？超香的，超好吃的。不用烤箱烤出来就不一样啊。差很多，那天其实吃很饱，我不是各买一个回家要吃完，撑到一下午。这烧香要比耶。啊？哇塞！那老板特别跑去拿来拍一下，对不对？多漂亮，好像烤鸡一样，一个一个漂亮的烧饼。这总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种。早餐时间满分。这个现烤出来跟它又老面，跟披萨一样。老面不一样，老面这是老面，老面自然发酵。啊，你面包就是老面了。哦，啊，老面要发酵多久？要看气温啊，像冬天就比较难发酵啊，要有固定的保温箱，给它固定几度比较好发酵。哦，是哦。所以说这个老面的发酵是一个过程的，可是。我就谢谢，我懂。生气是你，我干嘛去生气呢？我把东西做好是正确的。没错，这才是重点。跟那个撒菜苗下去，撒下去就能够发芽。啊，不能总不能下农药吧？对啊，可是跟那个种子发下去不一样，它也是要有时间才能够长出来啊。是，这跟农药没有关系啊。哦，对了，对，时间才是重点。对啊，我现在是讲时间，不是讲农药啊，对不对啊？哦，你激动笑一笑呢？你预定的话，最后有帮我们，是不是永远都吃得到最后一名？不是3点啊？最棒出炉时间是什么？哈，这个的最棒出炉时间7:30至7:40。7:30至7:40。好，因为有时候工作时间又面的话，花下。OK。有人要针对那个钻牛角尖了，我就不敢认同。没有，就是出炉的时间来就可以了。可以提早预定啊。哦。像你现在说明天早上第一锅帮我留一个，永远拿得到。哦。可是你不预定，人家有人在这边抢排队，你就输人家了。早上都要排队是？有人要等烧饼啊。这真的很好吃。是不是？你如果可以预定的话，你就不用排队呀。哦。是不是又走在人家前面？好不好？我们先预定一个明天早上好了。可以啊，你跟小姐讲啊。现在7:30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叫他跟你处理啊。不用了，随便时间来都是刚出炉的啦。哦，是哦。最早的时间。哦。
好了，反正我都会出来这边找早餐吃。哎，师兄，你有没有找到小笼包？有没有？啊，跟人家说那个发出工，那个管理妈的对面啊。好好好。那管理妈的对面拿一家小笼包，都要排队啊。好香哦，一笼80块啊，那单一买一个10块啊。老板，你说哪一个小笼包啊？啊啊，是不是那个小巷子里面？不是，那个龙滨路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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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哈。专门卖小笼包还是早餐店？啊，早餐啊，小笼包不错吃。铁皮屋的早餐店。不是铁皮屋。哦，不是铁皮屋，它有名字吗？嗯，我待会要拿给你看啊。好啊好啊。要不要先吃啊？哦，要啊，哇塞，这个超赞的。要先吃吗？要，我先吃一口就好。要塑胶袋吗？要。我没关系，我吃一口好了。先刷杯。哇塞，这太幸福了，嘿嘿。走吧。刚刚烤好的老蒸烧饼，看到没？这个。哦，这个香气十足，老面发酵。然后拍影片。哦，好好喝哦。这个真的是目前第一名，三重第一名美食。如果回家冷掉可以怎么处理啊？如果回家冷掉可以怎么处理？冷掉的话，你自来水龙头冲热水也好，电锅、烤箱保温，那个微波炉，用微波的、哦。微波，看你要压几度。气炸锅可以吗？气炸锅你可以试试看啊。就是要把它弄湿，然后再重炸。啊、你可以试试看啊。哎呦，那我再带一个，我等一下来试。气炸锅应该可以吧？好。你要把它切小块一点。它有容量，不放得下去你就不用切了。哦，好好好。一定要冲水啊。要冲水，冲到很湿是不是？哎呀，哦，好好吃哦。好啊。看到没？看到没？这比麦当劳好吃太多了。超级好吃。好，先这样。23711。09237118322，832。所以龙滨路，你可以问他地址多少。龙滨路什么庙？没有什么庙啊，你就龙滨路问他地址了。龙滨路，好好好、啊。靠近面线那个龙滨路嘛。我要先说。鸭肉跟那个。直走。那是龙门路。鸭肉跟那是龙门路。哦。那是龙门路。好好好 ，OK OK。龙门路跟龙滨路不一样。我新来的。直走，第二个红绿灯叫做龙滨路。Uh-huh. 第二个红绿灯多少 ？OK OK。马路比较大，那边再问问看。好好好，谢谢哦。那我再带一个这个。好。谢谢哦。好，拜拜。